的资格呢，就是凡购买1400的门票兑换券套票的，如果你本来就是常常会进我们全员主场来看球，然后来看1400的门票兑换套票组，非常有谁呢？你们知道吗？知道有谁？戴颖，还有嘞？哎，怎么没有看到那嘴巴？还有谁？骆头，我有看到一个先生戴着口罩，然后嘴巴打开，但我看不到是谁，因为戴着口罩。骆头，哦，还有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学妹 ，Mika， 没错，然后还有会盖到他的头，芝芝，还有一位是谁？谁？张爱，哦，还有一位来自康放胶片的卡火，好，他们今天都会来到我们的这赛前的活动跟大家见面。那因为有几位是学妹嘛，四位了。一位是从来自日本的我们的老朋友，他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他在日本也是很厉害的啦啦队，所以呢，他学舞啊或跳舞的这个效率啊，或者是到位啊，